坚持一下了，我在这里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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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
开得慢的话就让他，开得快了其实他有点不舒服。对对对，不要 一下快一下慢。对，小孩受不了，大人都受不了。对对对，会晕车。对呀、啊，我们车刚才太快了，就懒得踩刹车让他了。起来让姐姐喝一点热水，从空调房出来早上喝点热水暖暖胃。对，叫黎曼什么？黎曼西对吧？对，黎曼西的妹妹。黎曼西是干嘛的？黎曼西是中体，他们是那个战前西路的嘛。然后在软卧，他们不是跟我们睡在一块儿吗？你干嘛要让我？妈妈，你说你干嘛让我喝水？快吐了！妈妈，我不对对对，没想到还是一起的。是，哎，对，就是在列车上就知道他也是去广州的嘛。没想到还是同一波，同一波里面的人。就是同一，肯定是同一个。然后那个他那个姐姐也是二年级嘛。然后他们家那个老二特别的那个外向，社牛。真的，是跟在后面转转转。哎，然后跑过来。昨天晚上跑过来是说想跟我们一起吃饭是吧？对。哦。他妈妈一个人带两个。明天可能有台风，你们出门要带好雨衣。哦，明天啊。对。这几天天还蛮好。对啊，但今天就开始变成这样子，你看。哦。这就是要下雨的感觉是吧？对，就是雾蒙蒙的。明天可能有台风啊、天气报说明天有台风，这就看这个天气就有可能。如果晴空万里的话可能性就不大。所以明天出去玩就带好雨衣。不要多看啊，保护一下眼睛啊。你家妹妹有这个，妹妹很关起来了。白天光线充足很大。还要给她开极光吗？对吗？嗯。她困了，
哎，那个薄荷糖还有吧？哪来的薄荷糖啊？我看看是。我不要那吃了。那个薄荷糖吧。那姐姐你要不这样，你闻一下这个，你闻一下就不会晕车了。闻一下，自己闻一下啊，闻一下给爸爸。啊，够了，不要多闻，妹妹也闻一下，香不香？
再试一下。不要再弄了，弄了还是。你别看屏幕，不要看了，关掉吧，闭上眼睛睡一会儿吧。对，累了，对，早上那个起得早。可以听，别看，因为你的车在动，所以你看它的话，它对特别容易晕。关掉吧。来研究一下，关掉吧。右下角有一个触摸屏。那姐姐再闻一下。啊，开了。再闻一下。闻了吗？不要闻了，好，因为你看的那个，看的话头晕。对，不看了，妹妹也不看了。睡好，在车上看手机啊，看屏幕啊，就特别容易晕，知道不？姐姐，你看视频里面那个，他说可以带东西吗？可以啊。那你还记得视频里面我们走的路线是什么路线吗？野生动物园的。北门推荐多一点，是不是？那到时候你带队好不好？喂。哎，哪里？啊，不需要，不需要，好。好。哎，我们也走北门呗，好不好？不过这个时间点去，我估计北门肯定也很多人。坐那个透明底的那个缆车，好不好？直接可以看到底下的动物在走。你敢坐不？不是，缆车不是很懒的车子。缆车是给懒人坐的车子。
哥先爸爸吧，好不好？妹妹好不好？姐姐好不好？不好啊，为什么？姐姐，你今天想喂什么动物啊？我有什么最便宜的喂？妈妈，长颈鹿，喂长颈鹿便宜吗？喂长颈鹿啊？贵。你问姐姐多少钱？姐姐知道的。30元太贵了。30元太贵了。答应我不喂。你都答应我不喂了，你会给你零食。我们听姐姐的好不好？为什么？好不好？你跟姐姐商量，可不可以？你觉得好有意思？你跟姐姐好有意思的。嗯。一点都没有意思。你要说服姐姐。是旁边的飞鸟乐园小朋友还是比较喜欢？对，飞鸟我们会去。你要去？哎，三个乐园都会去。飞鸟乐园它更贴近一点。对对对，飞鸟乐园里面喂小鸟的鹦鹉的更贴近一点，你跟它们更贴近一点。对对对，互动。对，喂鹦鹉好不好？那个鹦鹉就在边上。你自己吃怕它喂不好。是的，飞鸟乐园特别适合小朋友，这么低龄的小朋友。对啊。飞鸟乐园还有那个呆呆鸟，非常呆的那个。哦，还有呆呆鸟啊，爸爸都没看过。你赶它都不走的，那么。想吃的这个。哎呀，这个好玩，这个肯定很好玩。就是那个很呆的嘛，就是有很大很呆的那种。哦，那个好玩吗？妹妹，我们去喂好不好？呵呵。好搞笑，我也觉得好搞笑。姐姐难受，体谅一下姐姐。哎，等我先上去，上去才有力气跟你一起，知道吗？那不能姐姐知道怎么弄啊？还要问姐姐呀、啊？你要是你没记住姐姐记住呀、啊？爸爸。哎。先休息休息，好不好？你也休息休息，对，躺在座位上，对的。哎，休息休息。对，想闭上眼睛就闭上眼睛，不要揉眼睛，不要揉眼睛。舌头，妹妹舌头，这个布料好。我觉得姐姐是可以做小商小贩，在宾馆里没事就那个。
什么打折啦，那个什么买一送一啊，呵呵，他那套词他背得好溜。水只有一瓶是不是？有几瓶？两瓶。啊，只有半瓶了是吧？那要买一点。水肯定要喝，这么大的。十分钟啊，就到了。姐姐，要不你唱唱谱吧。准备一下化妆整齐水，要准备，对呀、是吧？你这么热的天喝一点，然后像小朋友肚脐上涂一点，因为他出汗多。嗯。就不怕着凉了，因为你别说夏天，夏天很容易着凉的。太晒。对呀。夏天嘛，夏天体内寒气重，哈哈，你高速是吧？还是什么？高速路口。啊、好多车。今天都，今天去长隆的多。对，今天星期六。对呀、啊，每天星期六去长隆的多。嗯。那今天堵车。
上车去了。广州就是这点好，在市中心最繁华的地方都有高速入口，高速公路。让你环城走是吧？对啊，上高速。你出城的就是出主城区的，就不用在市区走堵了。就到了，转个弯就到了，哎，太棒了！哦，终于到了，转个弯就到了。你看到了不？快点看嘞！对，对呀、啊，你只，你看，哎呦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
长，哦，漂亮大门我都看到了。我的图了。哦，马上到了。啊。我能去长隆了。耶，我们能去长隆喽！那个宾馆我都看到喽。没有的。那个前面到了吗？前面就是那个宾馆上面的熊猫，我都看到喽。坚持一下喽！我真要吐了，我看到八十二米的老人，坚持不了了，你看。好，别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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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坚持不了，我真要吐了。好好好，别吵，别吵，那出来吧。要吐了。放餐巾纸。好恶心，没了。要擦擦水。坐车就不要吃早上不要吃油腻的东西，没有吃哦，那难怪那不是饿的吗？那吐不出来的东西。吃了点饼，那是饿的吗？还有没休息好，没休息好，再加上早上没吃早餐，饿了。然后坐车他也是，我知道。爸爸，这就是对熊猫看到没有？那熊猫，哎，要不然早上等一下。等一下是要吃点东西，等一下两个人没吃东西。你看这个戴帽子的熊猫，看到没有？哎哎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嗯，妹妹，看着这个大熊猫没有？你看它有，你看小妹妹，你看它有几个指头啊？你数一下它有几个指头？一、二、三，几个？手嘞？四、五啊！哎呀，手指都不够用了。你们是去这吗？啊，对，熊猫大堂。Okay. 熊猫酒店大堂。对。啊，那肯定的。这桥就是这里了。那好点没？好点了。啊，哎呀，太开心了，太开心了。我们马上就可以玩喽。知道，好不好？啊，给我前面走一点。这是阴凉地方，哎，对，阴凉的地方，对的，靠近阴凉的地方下车。啊，好多人啊！哎，我们先下，一个慢，别慌，别慌，反正这里好停车，好。